来，各位同心，大家好。好，我们继续上一堂课我们讲完的哈。我们前言大概讲完了哈，我们现在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来论哦，台湾的整个归属。台湾的历史基本上，咱会使分作六个阶段，我们会使用六个。来阶段来讲，吼、哦，第一个就是原住民的时代，原住民时代。各位听到原住民，直觉认为是什么？高山对不对？吼、哦，哎吼、哦，应该是我们应该都是高沙的，吼、哦。其实吼、哦，我们都是原住民，所以以后不要你们说是你们是才是原住民，我们也是原住民。因为当时候所谓的原住民时代哈，那时候有高沙族跟平埔族。当然啦，高沙族顾名思义的生活底下啦，比较生活在山区。啊，在平地的话，当然也有平地的一些高沙族。可是，在整个平地哈，尤其是在整个西部平原哈，从台南啊、安平啊、昆森啊、东石啦、啊、布袋啦、啊，等等的这些沿海当中，整个西半部，其实大部分都是什么平埔族。以前够一个，咱平埔族咱的祖先吼，叫一个大肚王朝，大啊肚子的肚，就叫大肚王朝，啊大肚王朝。那当时候。平埔族的语言有30几种呢，有30几种，有30几种 的语言哈。那一直后来，整个第二个阶段，我先讲到大肚王朝哈。啊，听讲迄个大肚王啊，出来哈，我坐轿，你知道？啊，伊个轿哈，都唔是有厝顶迄种诶，唔是咱电视看迄种哦吼。咱有看过人咧咧压新民有无？诶，链桥啊，有无？吼、哦，两支竹篙啊，插长长有无？啊，一个哦，啊，就坐中啊呢，啊，内底哦七八个扛出来安尼。啊，听讲迄、那个大肚王吼、哦，我来传过来无？哦，这是大肚王朝，然后他们的语言吼、哦、有30几种。所以讲，咱以前拢，咱拢甲咱教育嘛，咱是单人，啊嘛是安那。中国人，哦，伊种拢甲恁骗嘛，哦，用一寡无健康的，啊来甲恁教育嘛，哦，像咱有咧拜地基主对不对？这地基主拢，咱拢甲恁教育嘛。Hello， 怎么啦？哦，咱拜地基主啊，哦，啊结婚的时阵。阿姑吼，爱、哦、坐大位啊，对不对？啊，家己的妈妈啦，往生的时阵，阿姑无来，顶也袂使顶啊。这个都是平埔族的风俗啊。啊，过来，那你讲是咪？咱细汉的时阵哦，看了棺材拢惊到，对不对？有无？拢安尼翘翘肥肥啊，有无？吼、哦，啊，写一个好家修啊，有无？因为咱台湾的树啊侪。啊，所以讲树啊多吼，啊因呐做观察吼，就撮树啊，啊就做安尼覆甲树安尼，啊肥肥安尼，唔是咱电视呐看到的啦，迄种人拢唔是呢。中国因的观察自古以来拢是四块板啊顶安尼俩，啊是咱即马要火葬无吼，再用较简单呢。现在火葬好像是不是都用西式的？有无？嘛是啊，细细格格啊，看敢那作水啊，有无？迄无咧拢重复使用呢？伊嘛伊迄是分开，你敢知影？伊外口看水水啊，有无吼？啊，像要洗的时阵吼，落来底迄个光起来了呢。内底嘛搞啊细细格格，啊三零烧掉了呢。唔是挂迄个外口安尼，迄个烤漆，什么钢琴烤漆？
哦，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哦。哦，我现在这两天应该很多讲师会讲到啦，哦，我们的特征，我们的手挽起来会有横纹，哦，脚的位置，会跟他肩胛会加一块，要怎知影？你甲看。无，那是平埔族的，那是平埔族，那不是汉人。唔对，迄拢叫骗，迄就是平埔啊，迄正港平埔啊，过来，好，嘿，是。哦，好好好好好好。因为我们来讲这个问题，有听过一句话，有长山公，无啥，无长山嘛。我请教这位大哥，你单操一格，有我落繁衍下一代无？对。在清朝的时阵吼，伊规定哦，查某人袂使上船，拢袂使啊。因为啦，因都穿迄个细鞋啊，我穿迄领咧，你要走就变贵啊，所以无可能嘛。吼、哦，啊，这是题外话吼、哦。为什么我讲？因为迄是去用甲咱洗脑去，包含你听到遐、那個，伊嘛讲那个以现在来讲，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讲。因为迄个物件就讲，你讲你丢，我讲我丢，迄叫做小正尔，你知不知啊？啊！我一项物件你无落骗人，抽烟呢？你嫌抽烟呢嘛？多头讲安尼嘛？伫个马街医院，即、這个林玛丽医师，你即马马上叫做哦，伊甲你做一届漫画，血抽起来，伊甲你检查落去，我讲80%以上全部拢是平埔族后代。啊，为虾米讲咱唔是汉民族呢？后来讲到这個，咱来讲到中国的地理甲历史，好不好？有听过五胡乱华不？有嘛吼？何来汉民族？汉，中原人士嘛，中原嘛，在底下。啊，不是，我讲吼，以所谓的汉民族，以前叫做中原嘛。对不对？中原地区，你要了解，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一定是安那？伫什么所在边啊？水，黄河流域，有无？因为黄河也土壤肥沃，所以好种植嘛。啊，好种植，你好生存嘛。对不对？所以讲，伫迄个所在发展起来，有一个迄个文化，叫做中原文化，叫做汉。伊汉当然是伫汉朝啦，啊，不过你也了解呢，鲜卑、匈奴、羯、氐、羌，这五胡来乱华，对讲，因即嘛，即个因以前讲，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即个整个外族入侵到中原以后，因敢敢若讲较单纯，无娶到因即个中原的查某吗？那、啊、你经过几代的繁衍之后，真正流传下来的这些所谓的汉或者中原的血统，光 DNA 哦，成分多还少？足少啦，你卖去我们骗去。因为我即马甲您讲，咱来分析，咱来讨论。藏苗瑶嘛，对不对？对啊，啊，过来，佮加上进前迄五胡乱华，啊，佮尾啊，遐五族共和。拢通婚嘛，对不对？无虾米会通，会去环邦
去创啥货，啊，因那边会来，迄种祖国以来，你也记是中国人吼。对不起，如果在座有中国人的话，我不是诋毁中国人，我是讲中国文化啦。因祖国以来，因都拢，都拢骗，哎。我马英九就是安尼啊，伊个想法、伊个做法，就是要互因安尼嘛，唔只甲咱台湾母狗遮凄惨，即卖讲啦。因为我讲，人要骂即个政府，甲骂马英九吼，骂三骂三，你都骂完啦，啊，卖甲骂啦。哦，迄我感觉迄历史吼自有公断，咱即卖看未来，看现在，安尼好无？咱讲了即个问题，咱过来讲即个问题吼。咱拢听过福尔摩沙嘛？佛摩沙，这个佛摩沙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伊主要有来菲律宾，有西班牙统治殖民啦。啊，西班牙为着要去福建做生意，所以讲伊会甲台湾当作中继站。啊，伊个船开到台湾的外海的时阵，看到这粒岛，哦，遮水，哇，佛摩萨，美丽的岛屿，美丽的岛屿，佛摩萨。好，啊，为什么咱讲咱是台湾人？啊，台湾安那来？台湾安那来啊？其实台湾吼，它是在客家话里面，客家话台湾怎么讲？客话，客话台湾，其实台湾是伫客话那边，伊阵啊。因为讲到这吼，当然他讲的就讲啊，迄阵啊，因为福建过来台湾有无吼？漳州、泉州啦，啊，经过乌水沟，台湾以前叫什么岛？台湾以前叫什么岛？蓬莱岛对不对？对个，不对，以前叫鬼岛。哎、欸，为什么叫鬼岛？因为台湾地处湿热，地处湿热会产生什么？瘟疫、瘴气，就是所谓现在传染病，就是那疟疾、霍乱等等的这些传染病。所以讲，十个查甫的来到台湾，会死六个，其中两个唔敢带佫回去，啊，即嘛死六个对不对？你带三个，我带三个，而且我带煞了啊！某咪人啊，啊你平带安怎？哦，我带完啊啦，我嘛带完啊。啊，所以带完、带完、带完都是安尼来。啊，其实说这个讲到历史哈，我们分六个时代嘛。第一个原住民，第二个就是什么荷兰时代。荷兰那套进行共流哦，平埔族的语言有三十几种。荷兰在1624年，伊就来到台湾啦。伊是为大员呐、啊，就即马讲的安平、昆森这个所在。1626年，西班牙才从淡水上来，所以无同款。啊，真正伫咱台湾有帮助的、地利的，是荷兰人。啊！伊为着要含咱这平埔族的，要甲做生意，啊，要直接取得一些资源。那你整个教科书是不是拢讲讲荷兰人来台湾就是掠夺台湾的资产，对不对？掠夺台湾的财产，对不对？对一个，我请教在座各位，以前农业比较发达的时候。没有耕耘机的时候，是用什么在耕种？什么牛？水牛嘛，对不对？水牛是谁引进的？就是荷兰人，不是咱原生种的呢。过来，有吃过土山啊无？有吃过石桥无？连番薯、地瓜，我跟你讲，都是荷兰人引进的。都是荷兰人引进的，荷兰人统一平埔族的语言，把它当作官方语言，
那个叫做新港语，那叫做新港语。啊，伊吼，伊吼，因仅叫因所谓的汉人啊，啊，当然是，其实你讲，真的我们要从 DNA 来讲吼，真的没有所谓汉，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客家或者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客家族群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姓啊，那个其实都是以前弄。我当时讲到皇帝，你知道四姓啊，创啥会啊？呢，嗯，无那有一个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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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人啊，什么人啊，什么那个其实，如果以现在科学检定来讲，其实那个都不符合科学检定里面。但是这个有机会再聊了哈。伊引进真济物件，把那头讲到的。水牛，吼、哦，莲雾、石桥、土山呀、番薯，过来改良整个制糖工业的技术。所以说咱台湾初步制糖具有现代化，是荷兰人帮我们建立的呢。那荷兰人帮我们建立的哦，领导大几辈，宝哥。二十平嘛吼，啊，恁家土地几家？无啦吼，咱的平甲家，啥物人甲咱统一嘞？荷兰人。恁伫教科书告我讲到这个代志，没有呢。荷兰人重视社会的安定，所以讲主张荷兰人。你要跟我们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百姓这是正港过着安定平和的日子。以前不是呢，以前比如说荷兰人还没来台湾合治时代啊，荷兰人还没统治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土匪没通吃鸡鸡创啥，因为以前台湾叫三月蚕嘛，三月才会落雨啊，啊有做才有修行啊，啊若旱灾咧，无水是毋是无修行？啊无修行要安怎？无人食，啊无人食以前啊啦，因只个都组成一挂只个茶啦啦，创啥都来抢啦，创啥货啊？宋江镇就是安尼来啊，宋江镇啊，有没有？以前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田园，然后只有利用，就是农闲的时候，就讲啊，我的工课做煞，啊，暗时啊，伫个庙头前啊呐，来练武术、练武功，为着是要创啥？抵御什么土匪？是真正真正荷兰人进入到台湾之后。才让台湾百姓真正过一个真正安定的生活。安定很重要呢。我请教在座各位，今天你若生活在印度呢？各位，印度什么代志上多？中间的代志上多。因今嘛一寡暗时啊，有诶较散呢，因为。印度到目前为止，因的阶级制度够足重啊！因的分作四个阶级制度嘛，哦，婆罗门、刹帝利，哦，佛陀门、婆罗门、刹帝利，反正有四个啦吼。都分作首陀罗，哦，对啊，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啊加犬舍。上加就是奴隶啦。你若蛮不赢，你即马你的身份是奴隶哦，奴隶哦。你万一被强奸了、被奸杀了，你还找不到，你嘛找无凶手呢？你白白方把你处理掉去呢？因这个最近的新闻赶快阁是安尼啊，有一种的少女晚上，因即马要去变数。因为比较散嘛，
啊，所以你的便所要在外面公共厕所去上，一定要结伴哦，你不能单一呢。单一的话，可能就会被轮爆啊，怎么样，甚至会被奸杀、啊。你今天又让你生得比较漂亮，又让你又比较有钱，你如果在生活在这种真不安定、真不安全，出来你就怕人抢、怕人刀、怕人劫，你会过得很安逸吗？我相信有可能你只要睡，你就睡不好睡。但是荷兰人他给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给我们很安定的生活。自荷兰人离开台湾之后，他就没土匪了。你看哦，这样荷兰人对我们台湾有贡献吗？有嘛，对不对？我们的教科书顶端里面有讲到，完全没有呢。都说他们就是来掠夺台湾的资源啊，什么啦？早期殖民地，整个帝国齁，他们在殖民的话会有三种方式啦。哦，第一个像西班牙式的掠夺型的，就是说我来这个地方，我要什么东西，我拿我就走。第二种属于英国式的，叫榨取型的。什么叫榨取型？因为科技开发电嘛。那之前印度吼有被英国殖民啊，印度什么物件上多？棉花种上多啊，英国人吼，印度甲印度这个棉花甲收收的啊，是不是用较低价小麦，对不对？然后送回到英国去，把它加工制造成比较单价高的，比如说棉被啊、棉制品啊什么的啦、啊，然后再卖到什么？卖到印度，这个叫做榨取型。第三就是日本，日本叫做投资型的，伊要证明给世界各国的人看，在整个亚洲当中，日本他也可以做到殖民。所以说他投入大量的怎么样人力、物力、财力，派地里的人来台湾管理。所以说台湾一步一步进入现代化，这个较等来讲到。在荷兰之后接下来就什么人的时代？郑成功。你那我讲到吗？郑成功在1661年的时候怎么样打败荷兰？郑成功他老爸什么人敢知道？啊，对啊，郑芝龙是什么身份？海盗。对，郑芝龙跟严思齐他们就海盗。那郑成功就发迹在什么福建沿海一带。那你看哦，郑成功甲蒋介石，因来台湾的目的拢是准备创啥货？我赶快呢，一个是要创啥？反清复明，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呢，反共大陆，对不对？哦，解救大陆水深火热的同胞。哎，是大陆嘛？在讲咱水深火热啦，哦，因中国那边嘛，在讲咱这边，搁在吃吃树皮嘛，啃树皮嘛，啊，所以讲因两兄弟啊，迄都一定的啊。你看哦，咱以前读册甲人讲，啊，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啦，民族英雄啦。我再次请教各位，郑成功对咱台湾有什么贡献？咱来讲贡献，有，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什么贡献？你们知影？含蒋介石就赶快，拢安那大量屠杀本土台湾人。
我来讲，你干嘛做奇怪，对不对？好，我解释给各位听哈。两国打仗，一定要宣战嘛，干不起来。战争是国家国的代志，和百姓有关系？无关系呢。所以讲，伊伫个1661年的时阵，伊有2400门的所谓的红衣大炮，直接炮轰台湾，一里轰炸，伊不是针对军事设施哦，伊啥咧乌白建呢？拍到尾啊，荷兰伊才讲啊，无我，因为伤害唔是干那军人尔。百姓死伤无数啊！啊，过来，因即马底下是咪会登陆，对不对？去到安平、台南、昆新这边遮所在啊！啊，伊阵啊拢啥物人一只？拢平埔族呢，都咱的祖先呢。啊，伊安那，伊要盖他的根据地嘛，对不对？所以讲伊个遮人安那赶走嘛。啊，我请教你啦。我请教一下就够伊啦。你带一只带好好，今仔日有人要甲你赶走，你安那会反抗未？啊，你提刀诶，啊，含人用大炮诶，啊，用枪诶，你讲安那谁会赢？所以讲郑成功对咱台湾的贡献，就是大屠杀咱的本土台湾人的祖先平埔族。外公，你看网路这些资料都有，这不是我跟你别讲的啊。尊公无这物件，咱嘛会使去推算哦。你想看嘛是不是安尼？历史文献到现在有讲到，伊对咱大陆什么贡献无？没有啊，正经无啊。我当然是过来到清朝的时代啊，清朝因为讲到讲。啊，谁是台湾之父？刘铭传，对不？伊咧建设台湾啊，要甲台湾建设做中国的整个，这模式啊，这唔对的哦。讲是讲刘铭传其实错误。正刚伫咱台湾建设啊，叫做陈永华，他真正有那种经世济民的精神跟能力，这是伊正刚。对咱台湾的百姓，对咱台湾的建设有帮助。所以伫台南嘛，敢若孔庙的后壁，有一个叫永华宫，叫永华宫，吼、哦，咱会使去有闲会使去看卖下咧。吼、哦，那个还在哦，吼、哦，那个还在。所以讲，真侪这个代志，咱伫教科书上无甲咱讲啊足清楚，啊，拢甲咱洗脑嘛。拢甲人骗嘛，对不？好，接下来在讲到什么会？日治时代。那你前拢听到呐？日本就是安那，无好啦，阿爸啦，南京事件啦，啊，结果咧，讲的这些代志，其实拢因做的，其实拢因做的啊。讲到这個，咱来先讲到讲。即摆目前，台湾的老百姓，包含即个作者一个政治人物，即个政论的这些整个所谓的名嘴啊，拢认为讲台湾到目前为止，阁是啥物所在？殖民地，这是足大的错误啊！这是足大的错误啊！对，真的夜不闭户啊，路不拾遗啊。你物件落伫涂骹吼，你免惊讲会碰见，你阁等伊捡，阁会使接。人迄种治安吼，第一生活富裕，第二，我既然讲到日本吼，咱来讲这啦吼。以咱有讲到嘛吼，我大概再讲一下。伫个1894年的时阵，迄年啥物年？甲午年嘛。啊，甲午年，伊为着中国甲日本，为着韩国，都在朝鲜做生意的代志，哦，发生战争嘛，所
所以叫甲午战争嘛。北洋军队一时下落去哦，日本拍甲东倒西歪嘛。两国打仗最后面一定要签订什么合约？和平条约。啊，你已经听到讲啥？签订不平等条约，对不对？条约怎么会平等？无你有在条卖签嘛？卖签你就规样被刁去嘛？才将什么？台湾跟澎湖以及周边列岛永久让给什么大日本帝国的天皇陛下，对不对？啊，伊在台湾的时阵，就发现讲啊，他们想的无同款，哦，跟他想的想象中不太一样。当时候在清朝的时候，他对台湾噶这个地方西半部的六个屯垦区而已，整个从这边这规地拢是安那平埔噶高沙的，这边拢是哦，在六个屯垦区而已啊。所以日本天皇用十年的时间，派出最精锐的两个师。因为当时候马关条约割让不是只有台湾澎湖啊，它还有什么奉天，就所谓辽东半岛，就所谓现在的东三省。啊，不过后来辽东半岛又还给了中国，为什么？因为辽东半岛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不能分割的怎么领土，啊，可以分割的就是怎样？殖民地，哦，殖民地。日本天皇，伊迄阵啊，原本想讲派一个师来台湾，应该就无问题啊。结果发现讲，唔知讲咱本土台湾人吼，这么勇，啊，过来加上台湾的气候，所以讲。伊阵啊，日本人、日本的军队来个台湾，破病死的比战死的呐较济。伊平平用一个书哦，去辽东半岛，赶快呐，因中国人嘛反恐啊。结果咧，三个月就甲规个整个东三省全部拍掉去啊。啊，就伊顶多感觉怀疑呢，哇，台湾一块啊囝尔那样咧，伊派两个书哦，结果尾也无啊多，经过十年的时阵。伊用伊的公主和咱的酋长的儿子通婚，啊，那因啊，这酋长跟咱的祖先啊，嘛干嘛讲啊，继续安尼惶恐落去嘛，袂使钱，所以慢慢的在这件事情才平息下来，所以才会有那时候的所谓的赛德克巴莱坞雾社事件，哦，才有这些事情哦。那你看，一直到1937年的4月1号。日本天皇在咱台湾实施皇民化，哦，实施皇民化，所以从那个时候才有开始怎么样，学日语的，哦，啊，和日本名的，一直到1945年的4月1号，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在咱台湾甲澎湖实施安那明治宪法。咱在座各位，你伫这个所在会实施宪法，代表这个所在是不是都实施宪法？这个土地的人诶，对不对？你敢有可能提用日本的明治宪法提去美国用，提去新加坡，提去世界各国其他各国，有可能无？无可能嘛？就是讲，哦，不一样，不一样，明治维新更加早，嘿，啊，这是明治宪法。欸，这是裕仁天皇，欸，颁布的明治宪法，等同他用这个诏书呢，就是啊啦向啊啦全世界交告，为1945年的4月7日迄天开始，台湾、澎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内地延伸，所以讲自迄天开始，咱就是啊啦日本人。啊，较过近开讲话是安那，我们是皇民后裔，因为那是日本天皇的上面人，臣民，
臣民。所以只要是日本天皇还在，明治宪法永远存在，咱永远就是日本天皇的哪臣民。所以说自1945年四月初开始，台湾跟澎湖就是日本的哪日本天皇的哪领土，领土就是神圣不可分割哦，所以我们不再是殖民地哦，这样清楚吗？所以你看哦，在1945年四月初进前所用的钱就是怎样，是不是台湾银行券，对不对？1945年以后用的是什么？日本银行券。虽然说刚用四个半月啦，用四个半月之后日本天皇导航了，不过呢同样为那天开始，我们就是怎样大日本帝国的怎样臣民。不过呢咱的日本的国籍，在1946年1月12日，去由蒋介石用一则行政命令，把咱所有的本土台湾人，吼、哦，本土台湾人，甲改变国籍。咱目前就是用这条去告美国，甲告中华民国，因为根据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第15条规定，伊讲。所有的人都要有国籍，而且这个国籍不能随随便便去用什么改变，去用取消。你要改变国籍要有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自愿；第二，你要意愿；第三，要合法。1895年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才有讲到啊。伫个5月7日，两年内底，伫1897年，这两年内底，你会使选择哦，选择你要留落来，还是要离开。你若要离开，你会使把你的财产拢变卖，然后呢，回到中国。你若经过两年，你无离开留落来，就代表讲你自愿，你有意愿要做啥？日本人。啊，不过咧，根据迄阵的时阵哦，离开的两年以后离开的啊，才占0.0几%。你讲无甲一个啦，迄、那个比例上足少啦。因为安怎讲，人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阵。确实对咱台湾有建设，伊用上好的人才伫咧建设台湾。咱头讲着嘛，台湾是叫做啥物岛？龟岛啊，伊个传染病介济啊。所以讲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河南啊有啥物水？自来水，改变我们的卫生环境跟卫生的观念。过来。伊迄阵啊，就用啥病呢？传染病的医院、肺病的医院跟一般的医院。啊，毋过咧，伊敢有甲你分啥物人？无呢？伊毋是甲你讲啊，你都哦，像以前有无？以前的三军总医甲迄个人民医院啊，干呐因遐中国人会使去看呢？咱台湾人未使去看呢，日本人敢有安尼分？无呢？你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你拢会使去即个，你若破病，拢会使去即三种病去看。过来，日本人重视普及教育，根据迄个历史哦，迄阵啊哦，你若70年前呢？那个通识教育到国小4年级哦，哎，那模拟女工，还跟他作旧呢。而且哈、哦，他为着你那历史啊，
你无路去读册，伊暗时啊呐开补习所，开补习所哦，啊呐，好啊呐，好你时啊无法度来上课的啊呐，也使去上课。所以讲，咱啊，这个迦南大军拢知影啦吼，或者我老爱讲啊吼，种大概这两天应该都有听到，好都有听到。可是各位知道，迦南大军吼，伊遐暗门头一队来，暗门头一队来，日本运入来，伊个总长吼分支啊。一万六千几公里，比万里长城较长。啊，不过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水路足重要啊！你不是干呐？有迦南大军，为什么用迦南大军？因为以前大人是三月蚕啊，有水才有我落郑州啊，啊，所以无法度啊呐。因只好我用十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迦南大军，而且要引进什么？栽培什么？蓬莱米，哎，这个叫做叫做新民稻啊，栽培那另外一种不同的品种，用十年时间去研究这个蓬莱米哦，这种日本人替咱做的呢，包上你卖讲啊什么，迄阵啊起的迄阵那个乌山头水库嘛，乌山头水库迄阵啊整个八田里在起的时候有个讲啊，五十年以后这个水库就不能用了。所以讲，因咧起乌山头水库的时阵，就开始啊呐，咧用咧开马上要建什么增温水库，人已经跨到五十年以后的代志啊呢。所以讲真侪代志，咱一寡制度的建立、病院的建立，啊，过来，你敢知影一个国家对间隔的医生什么投资？想不公平，不，最没有投资报酬率，各位知道吗？就是教育跟那卫生医疗，教育你是不是要开足侪钱诶？对不对？卫生医疗同款哦。啊，不过你看，迄阵啊，日本人伫咱台湾咧，甲咱建设的时阵，读册免钱，看病同款免钱呢。所以未来台民政府执政的时阵，我们福利第一个就是什么？教育，自细汉、幼稚园、甲大学免钱。第二，全民健保啊呐，免钱。这拢是足大的财政支出呢。可是要不要做？要做。你看到，这现在是正港咧照顾着。百姓，今天你为什么咱台湾的生育率一直降低？为什么？第一，当然是收入不好嘛。第二，咱拢知影，读一个幼稚园和读大学同款，你敢敢生？难怪一直很生育率一直很低嘛。所以讲，咱未来咱的所坡的福利政策。就是针对教育、针对卫生、针对食老，啊，过来咧配厝，满十八岁有条件配厝。所以未来我讲，唔管你赚两万、赚三万，你也过个足安逸，你会住得很快乐，因为你赚的啊呐，拢重的嘛，对不对？都干食尔嘛，是不是安尼？看病也免钱，囡仔读册也免钱，大也免钱，有可能啦吼，水电有可能也免钱啦。哦，但是我这个不能乱讲，因为这个首波福利政策中央没有给我们讯息吼，所以这个我不敢讲。哦，这个都会实现，哦，这个都会实现。但是各位不要怀疑钱从哪里来，好，我们不会开这些空白支票。哦，也不会没事去端些牛肉来吸引，讲确实有这样物件。哦，你若了解咱台湾整个民政府要做的工课，
你就知影讲，这钱要从何来？我大概讲一下吼。第一，免阁甲美国买武器，一年是毋是省几啊千亿？第二，未来无价格，是毋是就省一寡只个饲只个米虫，阁爱阁派足济人去甲因管理，是毋是这钱就省起来？因未来咧刑罚两种嘛，死刑七天执行完毕，鞭刑三天执行完毕，所以未来台湾的治安足好个啊，免惊讲有只个，我讲啦，要头啊你若穿十几个啊，攻几摆啊，你毋知鞭刑是偌艰苦，咱毋是用即马用手攻咧，咱会用一些的机器手背啊拍咧。一届结果三个五个尔，因为第三个你就分去啊。伊拢钉条无，啊机器手背，输一个你就做差个皮开作战啊。搁第二个、第三个，准讲若判十五个，吼、哦、分五个，啊准讲十五个啦吼、哦，分三个月，一届共五个。你毋知卡生着皮开作战吼、哦，你袂使坐啊，啊袂使倒啊，该使拍对毋对？啊，等于家己搞，啊，你嘛搞搞搞搞到尾好啊吼！啊，因为拍咧吼，啊，你拢无咧叮当嘛，啊，是不是会便秘？啊，便秘大便要不要用力？啊，用力伤口又痛。啊，你嘛搞搞搞搞到底尾好啊，对不对吼？也是好啊。第二个月啊，佮讲第礼拜，还佮讲第礼拜，赶快哦！这个周而复始哦，这种疼痛，这种痛苦。一直到第三个月再打第三次，你看比咱打完底安的后背，你有什么的性侵犯呐、啊？现在要讲摸卡床的啦、啊！拜我你讲，你搁较水的卡床搁较巧，你甘愿手剁掉，你都唔敢去摸，有理无？而且到时候是全程电视转播呢，你底下来讲外讲，还是庆山，一定是全程电视转播。因为咱未来那是台湾是军属政府哦，对啊，所以未来咱台湾的治安会足好诶，啊，大家生活会真安居乐业。啊，毋过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安那，这拢是理想，这拢是愿望，这拢是未来。啊，毋过这理想、这愿望、这未来，是毋是会使实现呢？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嘛？但是重点是什么？台湾民政府要执政，啊，要怎么才能执政？第一个，咱来培养搁较侪、搁较优秀的人才啊，对不对？啊，第二，你要有百姓甲咱支持啊，所以咱回去要哪？就身份证，你有身份证代表百姓甲咱支持嘛？噶毋是安尼？第二咧。咱阁去甲咱个厝边隔壁亲戚朋友有熟识也好，无熟识也好，咱甲讲来宣扬我们的理念。因为即马其他国州我毋知影，啊，毋过来伊阮新德州，阮国军会使讲，逐礼拜拢咧办法理的演讲、法理说明会。因为法理要捌无遐简单，一开始咱莫甲你讲，一般讲是会较济。啊，讲到尾也家己翘伊，因为啦，一直向我做歹事，你知影？啊，你阿公啊啦，你空诶啦，你讲诶啦，你无可能啦，你要死啊！讲到尾家己着伤，你也死，所以你家己卖讲，哦，请别人来讲。咱有足侪讲师，有足侪优秀诶，啊，是讲礼拜咱有办餐会，咱蛮使邀请伊来办餐会。啊，餐会之后我们有法理的演讲，好、哦，透过这种方式。最主要还是我们自己，啊，把咱的本质学能，就是啥物会，把咱的心谈论，咱个看好些，哦，咱个看好些。主人，你对法律愈了解，你就愈有信心，你就较袂去安那去受人影响，你就较袂去用安那做歹声翘起，安尼台湾才有未来。因为时间到啊，所以我今仔演讲到这结束，谢谢。